自己。大家好，很高兴又在小辣跟大家一起见面。我们首先来欢迎我们这次来宾。嗨，大家好，我叫薛欣，今年是大学生。欢迎。Hi, 我叫林学胜，今年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欢迎。嗨，我是怀哲，我毕业一阵子了。欢迎，我们欢迎大家哈。今天很高兴我们在小辣当中，我们要来聊聊当基督徒为什么这么辛苦这么难呢？对我来说是在同侪之间，尤其是在学校，就是他们对基督徒好像会有一个既有的印象，就是好像说基督徒不会抽烟，不会喝酒，然后不会半夜不回家，然后不会骂脏话。可是其实有些基督徒还是会，就是可能 喝一点酒，然后生气的时候还是会骂一些就是字出来这样。Okay, 嗯，很好哦，就是说其实我们毕竟是人嘛，如果说叫我们完全因为信仰的关系完全不做，我觉得几率应该不太可能吧，对不对？好，我的话呢，就是像在学校，然后是在同侪之间，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常会被问到像近几年的同性议题啊，就是会问说，哎、那你对这个议题你是支持还是不支持？就是会被强迫表态这样子。或是像是也会有问说，哎、那你会婚前性行为这个事情也是会常常被挑战的事情。对啊，那还会有同学问说，哎、那你们去教会是不是目的是要去跟牧师忏悔？就是会不知道去教会的意思是什么？对啊，会被问这些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要声明哦，其实呢，在教会里面，我们不用跟牧师忏悔，因为呢，这个只有在天主教里面的，让大家知道一下哦。好，这是小知识。我的话，我觉得很难，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很多思维跟世界的主流潮流是相反的。对，例如说我们什么周末可能还要去教会守主日啊，然后我们要守十一奉献啊，对，那。还有像学生刚刚说的啊，婚前性行为这部分，都跟现在的人其实想法是不一样的，感觉我们是很奇怪的。我也记得，因为我本身不是在基督教家庭里面长大，所以当我以前看到那个基督徒的时候，我也觉得你们很奇怪哦，因为你们常常会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比如说基督徒他们常常不是在吃饭前都会祷告吗？那我是算一个比较叛逆型的，然后你们最后都会说阿姆，对不对？对吧？对吧？然后我们这些就是那时候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就会在旁边就是说一些四个字的阿姆之类的，或者是说他阿什么门啊。然后我也听过说，如果你是在军中，然后比如说你在吃要祷告谢饭的时候，突然你前面的那个馒头就不见了，因为有人恶作剧乱反抢。对我而言，我觉得为什么你们这些基督徒那么奇怪？就像刚刚毕业一段时间的这位大学生他讲到的说，你们好像我们基督徒的那种价值观是跟人家不一样。那因为你们刚刚都已经分享一下下不同的点，那请问当你们面对这些挑战，或者说你们觉得有什么难处吗？我觉得一部分就是会有点难以主动开口，就是跟朋友，尤其是好朋友，在学校的好朋友，就是说。我是基督徒，然后我六日要去教会，就会好像少了很多时间去跟他们相处，会觉得说就是你好像就是一放学就要回家，然后六日就一定没空，他们就不会约你出去玩，就是好像会有一点小小被排挤的感觉。那你在友情上面会遇到一些挑战吗？会，尤其是如果你特别想要跟一个朋友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的时候，真的不容易哈。可以举个例子，就是我觉得现在大部分的学生啊，他们会在学校的方面跟教会方面，他们会是两个身份，就是因为他们在学校的时候，他们会表现出是学生样子，不太像是基督徒的样子，是因为他们怕自己表达是基督徒的话，他们会有会被贴标签，然后是被排挤，就是会有学生说，那你是跟大家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很多学生在。学校方面会觉得会比较隐藏自己的基督徒的身份，因为讲求的是他们想要跟大家是一样的，会有那种认同感。对，所以就会觉得就会变成说，在教会是一个样子，但在学校又是另外，他会有两个身份。那请问你们大家都有这样的问题吗？
我之前也是在上历史课的时候，对，然后历史课就是讲到好像是十字军东征的部分，然后老师就会问说，哎，那班上有基督徒吗？因为他讲的内容是会关于基督徒，他先确认，然后他再考虑他讲的课的方式会不会冒犯到我这样子，对，他就说问，但那时候我就有举手，我就说我是基督徒，然后全班都没有举手，那时候我举手，所以在那个时候大家就会知道我是基督徒。下课的时候就会来问我这些问题。我有就像有点小后悔，就是会觉得说，哦，我现在跟大家不一样了，然后我现在讲的话就是跟基督徒是有关的，所以我要很小心自己的言行举止，然后是我的发言什么都要很小心。因为我觉得这个好像也不是一个坏事啊，就是表达自己的信仰好像只有坏事，嗯，对，就是这个也没有说难以启齿什么，我觉得就是举手嘛，就是觉得说，哦，我是基督徒啊，这也没什么好大不了的。嗯，还蛮好的，就是让大家也可以看着我，然后也可以让我觉得我是基督徒，那我要表现出我是基督徒该的样子，让他们看这样子。嗯嗯嗯，我觉得我以前很不想要让人家知道我是基督徒，然后现在觉得还蛮特别的，就是觉得有这个身份，就还蛮很幸运的身份。因为以前就像薛心一样，就是。会不想要跟别人不一样，就是会怕别人觉得我太善良。对，太善良是什么意思啊？反正以前就会觉得、啊、就 不酷啊。哦、oh, ，OK。以前觉得这样不酷，就是基督徒不酷，但我觉得现在很酷。对，是。现在相反， oh, okay. 现在反而我们这样是很特别的。嗯，应该是因为以前怕跟人家不一样，就是我不想要太出头，就是我想要就是平平淡淡。但现在觉得就是一方面认识这个信仰，然后真实的去体会，那我觉得就是很开心，而且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认识这个上帝，因为有些人就是没办法相信。嗯，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很好、oh, ，OK。我记得那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像以前我曾经遇到过，就是我有几个朋友，他们就是比较，他们因为可能他是他们认识的上帝比较久，然后他们觉得说这个东西真的超好，我们一定要跟别人分享。所以他们在路上啊，在坐车的时候啊，他们就是发传单，然后他们不管遇到谁，他们就是这样发。以前我还不认识上帝的时候，我觉得哦，这种人远离，我觉得很可怕。因为我觉得他们好奇怪哦，可是就像你们刚刚说的，他们就是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可是后来相信了上帝之后，我也做同样的事情。我会在路上遇到人，就跟他们哈啦，然后聊聊上帝。我觉得就是很大的一个转变跟不同。嗯，我在学校是就是会一样会先跟朋友说，我是基督徒，但可能六日比较没有时间陪他们一起出去玩，但是我其实有六或日有某一些特定的时间是有空的，就我可能可以去找他们一下，然后就去教会，就是不是全时间没空。你不是 7-11 的，所以还是可以找你。我的话，因为我觉得我的朋友们都还蛮和善的，所以他们知道我是基督徒之后，他们就还蛮尊重我说，哦，那你六日的话你要忙教会，那所以六日的话没办法约你，那也没关系。但我也觉得说，那可以反向思考，就变成说，那我可以把他们带来教会，就是那我们在教会，你在教会一起约一起玩这样。所以，但我的朋友们他们还蛮就是不会 care 说哦来教会不好这样子，我还会说那如果你们对这个信仰是好奇有兴趣的话，那你可以来，我可以带你来看看这样子。嗯，就是拉他们过来教会，一起组织一起聚会这样子。聪明的，我觉得不错啊，这是一个很好的传福音方法，就是你要约我们在教会见，然后之后再出去，对不对？对，觉得很棒哦。我的话，我觉得就是因为现在的朋友都在网络上，然后其实你在发一些文啊，或者是其实像 FB 脸书，它自己就会有个上面都可以有那个什么类似签名的那个，你上面都可以写一些经文。那其实这样人家就很自然而然一看到啊你是基督徒，那我觉得这样还蛮自然的，你也不需要特别去跟人家说你是基督徒。对，但是也不是刻意，因为有时候会太多会让人家不舒服，
所以所以就是拿捏一个分寸。我记得那时候我信主之后啊，就有人，其实我觉得信甚至上帝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的一个过程。然后这过程有的比较长，有的时候比较短。然后我以前我刚刚讲过说，我是一个蛮叛逆的人。那我也知道基督徒在话语上面，在讲话上面必须要非常的小心。可是我就是属于那种不高兴，我的话就会出来，然后就会讲一些问候人家爸爸妈妈啊，或者是人家祖宗八代啊之类的啊，然后或者是一些比较世圣的那些话。那后来我就认识上帝一段时间之后，我记得慢慢的我也开始学习改变。然后有一个朋友，他很特别，因为我觉得这个话语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我自己会开车，可是在台湾开车就会常常会有气大的状况。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你们可能是比较温和的人，我比较粗鲁，所以我就觉得每次开车之后就觉得哇，心情不好，怎么可以卡我，是不是？然后就很容易产生一些不好的点。那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其实啊，我们要小心不要让一些不好的话出来。那我就说啊，你生气到不行，你要怎样讲？他就说数数字啊。我想，哎，数数字这个不错，因为刚刚薛欣有提到，就是说心情不好啊，干嘛就会有一些有的没有的一些话就想讲出来，然后所以后来我就学习也学习数数字，开车的时候开三十，一二三四五六七，你就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不想讲一些五四三的话，所以就只要数数字，然后当数字越长，就表示那个火气稍微大了点。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好的方法。后来我就发现说，其实也因为这样子。我在画一下，好像得罪上帝的几率就小很多。那你们是不是有这样一些例子，或者是说怎么样帮助克服一些你面对成为基督徒的这个一个身份的事情？今天五四三二一，我是有时候碰到一些比较特别的朋友，然后就会就是他的举动会让我觉得很的时候，我是。就我就会跟他说，我现在有点状况不太对，然后我需要单独冷静一下，就请他先去，可能或是我自己离开，就是一个地方，然后可能跟上帝祷告，或者是就跟上帝说，上帝，我真的超级超级无敌生气的，拜托让我冷静好不好？会让自己独立这样子。我的话，我是比较偏向 peace 的做法，就是。选择远离这些人，这样就是如果他们很挑战我的信仰的话，我会觉得说，他一直触犯到我的，一说界限什么之类的，我会觉得说，那避免冲突，我还是跟他保持距离就好。就是我们也不要跟他争执什么，也不用跟他解释什么，就是没关系，那就你过你的，那我过我的，这样子。我其实还蛮爱骂脏话，对，对，但是就是我知道那是不对。以前还有那个我外国的朋友。他说那个 F 开头的那个英文字，他说那个字是很非常咒诅的一个字眼，他说不能乱讲的。对，之前认识一个朋友，然后讲这个，然后我放在心里，对，所以可以的话就尽量不讲，对，但是还是会讲，就是尽量，对，那是不好的。谢谢大家这么诚实啊，因为我觉得真的很多时候，身为基督徒的我们常常要面对很多挑战自己，而且别人会挑战我们的事情。因为那我想请问一下哈，当你们不想去做这件事情，比如说讲脏话这件事情，为什么？动机是什么？我觉得有一部分是我意识到这个字或者是这个词可能会是伤害到别人的。然后或者是伤害到他的家人的，所以就觉得这样好像其实不太好，觉得要换一种方式来发泄这个情绪。我的话会觉得这感觉就是一个发泄情绪的方式，好像对事情好像没办法解决。对，我是会比较偏向就事论事吧，就是解决问题先不要跟公开这样子骂出来，就是自己跟自己消化就好。我们对人就是要就事论事这样。OK， 所以你是比较理性的。对对对，我觉得我是。OK， 觉得就是会讲出那样的话，表示你心里面有那个东西。对，所以尽量
你如果心美丽的话，你就讲一些美丽的字，对，所以表示如果我讲的时候，我心里面是肮脏的、污秽，对，那如果我想要长帅一点，那我可能就是可能就是讲一些正面一点的，那自然那个脸的那个表情就不一样。我记得我那时候学习就是不要讲脏话，是用数字带过的时候，我觉得我最大的一个动机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认识了上帝，那我不希望在我的言语、在我的行为上面得罪神，让神不好看，这是我最大的动机。好，那很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因为我觉得其实当一个基督徒真的很不容易，就像刚刚我们当中讲的这些事情，像比如说讲脏话啦、喝酒啦，然后做出一些不太好的事情，或者是表达一些不应该的事情，我想最大的动机就是因为我们不希望伤害别人，但同时我们也不希望上帝因着我这个人好像被拉黑、被泼污水的感觉。那我觉得基督徒真的很多时候的确很辛苦，但上帝也告诉我们说，其实他希望我们成为光，成为世界的盐。那如果我们身上有光的话，我们点灯，我们一定会放在灯台上，而不会放在斗底下，就在桌子下，因为当灯一来，黑暗就不见了。那也因着灯，我们能够照亮所有的人。然后希望我们基督徒们都因为爱上帝、爱人的缘故，我们愿意来把这样的光照亮给大家。那我们谢谢所有的来宾，今天你们的分享跟你们诚实的面对这样不同的事情。那我们小赖盐酥鸡下次见喽，拜拜拜拜。